都是只能说他的，只能说他的 TVP 确实没有 TVG 那么强，对，这是确实的。这场比赛就是双方都是一个操作见长的选手。这个反应方面，我觉得马卡刚才是完全是已经体现出了星际一那些韩国选手的那些反应，很强啊，真的。好，一个原点，库拉斯西谷，这是一场小组头名之争。对，先如果谁获得了第一名，谁就将在之后十六强的比赛中获得一个有利的位置。好，我又没有复制那段话啊。好的，你没复制算了，那就打那个和谐生活完美美好游戏吧。当然打英文的也可以。嗯，和谐生活美好游戏，对吧？好的，你赢了。小七今天如果能够拿到，能够在这个小组里面拿到小组头名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实质，真的是再次证明他的中国星二星际第一人的位置。而且他的这个人气，我相信在内地的星际二圈，我觉得会有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成长。对，大家都觉得小T好像是一个巨大优势，不胜难。嗯，但是小T在这两场比赛中确实是表现得非常出色。嗯，如果这场他能拿下玛卡，那真的是小T现在手很热。好，手很热。嗯，刚刚我也是跟小T解释了一下第一、第二到底有什么好处。嗯，小T听了也是一听到 freedom 啊，第二的话就可能会碰到 freedom。嗯，对，他就他说好吧，这场比赛一定要打，好好打。碰到 freedom 的几率也就8%吧，好的，不高。但是其他的韩国虫族也不是好惹的呀，碰到什么 season 啊，什么胜啊，或者米啊，我觉得也是靠，也是有点靠不住，不稳，都不稳，不稳，不稳。好了，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开局。嗯。按照教授的理论，双方出生的点位是在这张地图上的一个最远。嗯，这是一个最远，的确是一个绝对的最远点。来，我看一下聊天室里的玩家啊，对于这场比赛是有怎样的评价。嗯，有什么好玩的评价？大家认为小 T 已经是成英雄了。嗯，已经成，确实是，当然是成英雄了。这样的这不是一个韩国选手、一个欧洲选手、两个中国选手的，就是一个中国选手、两个韩国选手，他抢到名额。对，他已经成功淘汰了 Anipo， 证明非常强大的神族。对，当然哦，我们也是希望韩国。我们的，你看我们的其他组，小罗和小贝两个中国选手在一个组，还有一个欧洲选手，一个韩国选手还没有出现，对吧？对，没错。这两个韩国选手，这一组两个韩国选手，同时这两个韩国选手还是非常有分量的韩国选手。对吧？现在聊天室里玩家也是普遍表示啊，教授那个在激动的时候说出了我们的国骂啊，这没关系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没关系，对吧？这个我们又不上电视啊，那么在乎干嘛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啊，都说一些网络传言语。另外一部分人表示，这个2013的加赛规则非常奇葩，这个到现在都没搞懂啊，没搞懂那无所谓了，我们就是这样人的，我们只要知道结果就行了、嗯、啊。但是我们可以这个，我们可以这个问问自己的良心啊，我们确实这个规则是比较公平的。对，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论坛看一下，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论坛看一下我们的加赛规则。这个加赛规则是在两场比赛之内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对，这是一个折中的方式。完全公平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个无限的循环。对，死循环可能会打得非常非常久。基本上这个不可能是在这个5月31号之前是结束我们全部的赛程。所以说也是对不起大家了啊，也是对不起我们的这些选手。那个玩家也是希望选手跟玩家是体谅一下。如果说以后啊，星际二正式版出来之后，下一届世界杯的话，我们肯定是会使用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赛程，做到完全公平。时间不够，本来我们还想打欧美区的预选赛。对，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没办法打。所以说第一届世界杯啊，希望大家多多包涵。这已经是 beta 测试里面最为隆重的一个赛事了。以后的世界杯相信会越来越好。好，我们看到小弟这边是3-0，1-2，而玛卡这边啊、有点奇葩的这个开局，少量的枪兵啊、一些坦克，一个渡鸦。坦然的会想去采取那个 Anipo 那种打法吗？就是很少的部队，然后带一波农兵，然后压门口，把虫子压在门口。好的，玛卡又是制造了一个渡鸦，看来玛卡真的是非常喜欢用渡鸦这个兵种。嗯，小 T 这边是找 VC， 他是使用龙骑。嗯，
龙骑士吗？这次 VC 应该是使用哦哦哦，好，这好，小 T 反应非常快，浪费他一把雷达，果然小 T， 天哪，小 T， 小 T 的手非常的热，我说了，小 T 的今天小 T 状态是不错的，第一场卡过之后啊，这个小 T 的操作真的非常好，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一视角。这个度假，这个我就不说了啊。那看一下第一视角，我们看一下 IPM， 小 T IPM 现在你远远领先这个马卡，对吧？小 T 操作确实切屏非常快 ，OB 对，可以体现一个卧山选手应该有的这个操作。看一下躲渡鸦，躲渡鸦 ，OB 躲渡鸦。好的，我们回到这个比赛啊，这个主持人画这视角，提速在二分。可以说随着这个我们世界杯的进程来，现在打到第三天了，对吧？这个比赛是越来越精彩。三天的比赛，我觉得今天这一个时间段，晚上这个时间段是最精彩的。中国选手终于是打出了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势。如果说昨天晚上的比赛那个非常令我非常的伤心的话，非常伤心。嗯，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就是确实是比较振奋人心。对，我们不但看到了我们中国一流的神足小 T 是怎样打败韩国人的。而且同时看到了世界一流的人族马卡是怎么样怎样展现一个 TVP 的打法，那几个 EMP 确实漂亮，无论从运营还是从操作，马卡可以说这场比赛是表现得非常完美。对，马卡也是抓住了机会，看一下双方这个交战，这场我觉得小 T 这边应该会占一个优势。哎，这个好，无人干扰，这个可以可以，他小弟是手动点的，小弟是非常漂亮，这个手动点的，手动点的，好，立场放得非常完美，好。哎，有坦克还好，坦克就坦克这个再进一步的制，这个坦克制得很好啊，这两个位置。刚刚玛卡是使用了一个这个一个技能。